这个叶片工厂从2022年开始小批量试制，2023年一共试制了7款叶型。在接到这个订单之后，我们在组织团队很短的时间内就从试制转小批量到批量，目前都得到客户的认可。我这边主要做的是上海电气的98米叶片，金风科技的93米叶片，这个是配套6.25兆瓦的。下半年我们会准备做上海电气的10兆瓦的111米的叶片，它已经要准备采用碳纤维。今年在手的订单300余套，整个订单是饱满，我们会根据订单的情况合理排产，